野营对我来说就是跨出舒适圈，体验原始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很多在文明生活当中很容易就可以达到的事情，它现在都会变得比较困难。比如说我们生火，比如说我们要点一个灯，那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借此去得到很多的成就感。安静的山里面，森林里面，然后跟你的三五好友围着萤火，然后喝一杯好的 whisky， 我觉得是野营最享受的时光。其实我露营的时候比较喜欢去人少的地方，那你可能必须要背着你的装备走一小段路，所以我的装备选择来讲，一定是比较注重功能，那比较耐用的装备。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非常渺小的，你要有一个很万全的准备，才能够在这样的野地里面生存下去。